现在我们开始 C# 的学习。那第一个 C# 的开发的一个 IDE， 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用 C# 能开发一些什么东西，它是在什么样一个环境里面开发出来的。那我们现在呢用的最多的就是用 Visual Studio， 那毕竟是微软公司自己的嘛。那怎么样下载 Visual Studio 呢？很简单，我们去 Google 一下，然后去搜索 Visual Studio， 进入 Visual Studio 的一个主页。那有各种版本，我们可以看这里的下载。网速有点慢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下载各种版本。OK。